我是刚木高原列车长张 A809年1月19号。嗨，新北京环状线12:16，出发就是往新北唐人园区，还有大约再3分钟了。啊，上面那个已经到太阳大平里。我再等一下哈，反正我在桥河站桥。感谢各位支持，如果喜欢片可以麻烦你们多多点我们的剧光片，听到？哦，是的哦，那声音就是九元列车。你说新北环状线真的超赞，感谢各位支持，就那再见。哦，现在还有2分钟、3分钟，哎，还有1分钟啊，等一下。下一站是中原站，现在有14个站，除了大平林地下的，然后 Y7、Y8、Y9、Y10、Y11、Y12、Y13、Y14、Y15、Y16，7、Y18、Y19、Y20。也差不多要来了，进站喽！看我新北唐人园区的捷运列车进站，中央系统刚文刚格系捷运列车。关闭车门。车站中原站。
动员真的。几个？有人要过一下。开往新北产业园区的捷运列车准备关闭车门。好，关闭车门。拜拜。感谢各位观看开往新北产业园区的中运量系统钢轮钢轨式捷运列车，在中原站，是由谢各位观看，就这样，拜拜。